你们这帮人，怎么还不快点走啊？！我呸！人不人鬼不鬼的婆娘，不想想当年在天上，我岂是拿正眼看的？哼，又是这个模样，毛脸毛眼，尖嘴缩腮，全长着命大。又是个哑巴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。这只老龟，我倒有几分交情。这黄眉老怪不同别个妖王，花果山那只老猢狲特地没我来处理，生怕你中了他的算计。他和我说，只要凑齐六根，便能救活大师兄。哼，我且信他一回。我先去叙叙旧，你四处查看一番。